道今天除夕夜我们不能回家吃年夜饭，但是只要大家都平安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兄弟，你真是太懂我。欢迎大家收看发耳妹频道。哎，奇怪，这首歌是有点太悲伤了。导播帮我们换一首。放错歌曲了。圣诞节过了，老兄。好，那今天除夕夜呢，大家都准备围炉啦，吃年夜饭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去看消防人员他们都在做什么，有没有偷懒，有没有保护市民的安全？有化工程，听说侯市长他也有来慰问我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看啦。商品卡1000元，是锦义消都有的。好，谢谢。侯市长，上上。你们有没有想要打电话回家跟家人拜个年，或是有想要说的话跟家人说？想跟家人说，爸爸妈妈今天是除夕夜，那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回家吃团圆饭，是我们心是在一起的。对，就是在这边跟你们说新年快乐。哇，听到学长的这个一番的这个温情喊话，让大家其实非常的温暖，我相信他家人也是非常的温暖。那我看学长应该是一位暖男，还是中央空调？我家在比较远，我家在屏东，可能一年回去3次吧，然后每次回家可能回去个2-3天，然后就要回来台北工作，然后爸爸妈妈就是都会试一下，就是会跟我抱怨了一下，说就是把家里当作是饭店，就听了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难过啊。原来如此，学姐一年才回家3次，这么的无孝顺，这么的辛苦工作，还把家里当成饭店，想必是件很划算的事情。喂，爸爸，你在忙吗？没有啊。哦，爸爸，那个我今年除夕夜就是没有办法回家跟你们吃团圆饭了。那就在这边，就先祝你们新年快乐。哦，你也新年快乐。我知道你在外工作很辛苦，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好啊。最近天气冷，要多注意保暖哦。好，好，好，爸爸我爱你。好。那爸爸妈妈会在家等你回来吃年夜饭哦。好，还有我的红包。哦，好，有在赚钱了，不用给红包了。好好，那爸爸我先挂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原来是跟爸爸要红包的部分啊，包了感动还给我。我想要跟我爸爸妈妈说，虽然过年不能回去陪你们，但我还是常常每个月都可以回去看你们家。那祝你们新年快乐，然后把自己照顾好啊，女儿的红包不会少。祝大家鼠年财源滚滚，数不完。祝大家鼠年都能数一数二，心有所属，都找到好的归属。新年快乐，鼠年行大运。过年期间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留守的单位，希望民众给我们多多加油打气。学姐辛苦了。学脸怎么那么黑？滚边去，我刚火警回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想知道更多发耳妹的消息呢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我们下次见。